根本没什么反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，她是大头妹。我们今天因为彩虹议题决定现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想要我吗？我愿意献身给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去唱彩虹。对，因为原版的不是这个彩虹，对，原版张惠妹的彩虹其实蛮高音的。那我们对，因为我们应该会破音，所以这次有降 key， 所以是升位。不是这样唱，然后太早了，等我们赶快去录音室吧。带把滴滴龙，带把滴滴龙，带把路上。爸，滴滴龙。待在家里太久的后果就是出来走几步路就会很喘。而且我们好像迷失在台北的街弄中。我们到录音室了，对，我们迷路了很久。啊，你怎么今天来？不是今天啊？哎大会报告，我们找错了，因为刚有个小弟弟开门，我们就误闯民宅，这是民宅呀。就跑到庙街，误闯民宅了，爬草多惨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人家开门就进去。啊哈，故事大可恶！迎接你，然后你居然入进隔壁的民宅，抓到了，而且我爬到了五楼。怎样？听说你彻夜练习。对，我彻夜练习。看到彻夜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可爱，还是一样娇小可爱。你没想到啦。奶油。你要上厕所吗？你要。我们到录音室了。小丽，哇，注意注意。谢谢。那我们下去吧。难怪我想说，为什么录音室会站那么高？因为走那么多路，其实很喘，这样子没弄下来。对，应该是走错路。啊，不会吵到老人家吗？还有奶奶走下来。我要三层。我们在录《私闯民宅特辑》，今天又传到了路人家了。这也蛮像，真的是私闯民宅。为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在一楼有爬了五楼？哦，你真的跑到别人家？我就说，我密伟伟，我说我到了，他说好啊好哦。然后接下来我说几楼呢？在哪里呢？都不回我，然后我就一直爬爬爬爬爬，想说他一开门，你有按门铃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几楼，我就是往上爬。然后上去就下来。我觉得盖太高了，盖两楼就好了，这样我第二层就会。然后他才跟我说你走错地方。你看你这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，因为你知道找我们来唱歌其实很可怕的，因为我们唱歌难。其实我刚刚也蛮可怕的，没关系。难怪这次会降那么多梯，人家都说楼梯间很好拍照。轮到我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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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
道彩虹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咯。好热闹哦，天哪，很少假日来台北，我的天哪。放下，因为我们要先聊这个事情。